你要赶紧想一个增加收入的方式做副业，不然你就很快变成月光。而做电商是其中一个副业方式。我的成功学员之一何小姐住在台湾，前一阵子她有私讯给我她的感谢函。她一直以来呢都是靠着她的实体店收入，要就是需要用她的时间去换钱。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收入变好，收入变少。好在呢，他有这个电商的半自动收入，让他安然的度过了疫情。他更明白了电商的重要性，而且呢，他还在台湾买了两套房地产。我朋友教了他如何做抵押。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第二个更重要的三步：花房地产买什么样的产品，怎么样选对，该在哪里卖，可乐。如果说我这三项，其实我都是在前面讲的。前面这样，然后第二点，实际上呢，会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收入呢，就是销售产品，并不是所有的商品拿到我们这样的卖出都可以赚钱。产品的决定基本上就是对会赚钱。大部分这里卖东西的认知就是要卖的几箱几箱。常常有很多老板跟我说，他想要卖衣服，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各位，有谁想要卖过这些产品？如果有的话，请再聊天。是的，那如果完全不了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只有一个人卖，但是同样的想法放到网络上也是不容易的，就是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卖衣服，所以网络上。我真的会赚钱的东西，也就是比较冷重，是每个人都会需要的商品。你就想象人气商品，比较红海，还是红色的，因为里面有很多鲨鱼的产业。这边不是鲨鱼呢，就是其他的网络卖家，也就是你的竞争对手。想生意抢的你死我，我的新商品就是在右边很难开里面，比较没有什么竞争对手，所以比较现实。不过。卖热门商品，成功的原因是当你刚开始的时候，你要就是花个几万块广告预算，才能做起来。所以你应该做的是专门卖你花了，也就是内心的广告，心里还可以，但是有市场需求。这个时候，因为你竞争对手，如果你的这个产品它是不说话，你不需要打任何广告说，我的产品就是。program 里面呢，需要你首先看到我们教的方法，找到一个他可以卖的电商品，产品一放上去，他连关键字都忘了，直接就马上卖掉了。我现在以他们讲，这呢主要是帮一般的穿的买家做，但是我要买一双，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它鞋子呢是算是一个鞋子。上面有几百种选择，如果你是卖家的话，你要选择，因为有两百多个卖家在卖这个鞋子，所以买家买你成的几率才在有。这边有一双鞋子很大，在他们我们家是合作的，所以买家买你的几率大。总共下来容易卖出多人，但是有人可能就会说，我很专注，但是你知道吗？全球的五千，而且网络的这些产品，肯定是会需要的家，对。不管这里面多少，大部分人都会问，这些商品呢？如果靠方法，可以用在那听着你的例子，什么的，一双七七的产品类别的筛选法，完全不需要任何人，不需要电脑去看，就可以找到这个商品。而到今天，我都想用同样的方法来转新的一场。有关于这个细节，我会稍后再说。因为呢，现在我们是需要亲自飞去的。今天呢，提供给大家一些专业的网站，英文有阿里巴巴点 com， 阿里巴巴点 com， 中文呢有1688。什么放进去？如果还要，如果要找专门要找。
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如果是初学者的话，你找的产品的市价要尽量介于六十块到八十块之间，因为这个价钱是大众比较喜欢，不加多余，要不需要多加什么的时候。那产品的大小呢，最好不要超过六十，啊，重量呢要选中间，这样的话你的产品会比较省，中间运费也不要那么贵，然后最好呢是要从周边上。我说 Daniel 变得对他的人生感到无比的热情，自信多很多，而且有时候还会对空气想笑。所以如果你加入我的课程的话，你有机会可以像 Daniel 达到这样的成绩哦。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到下一个，大家记得是什么吗？没错，就是 Play 第八名。绝大部分的网络卖家都只在乎其中一个平台，像是 Amazon， 好像 Amazon 是唯一的销售方式，而忽略了其他的商城。你想想看。假设你的产品在 Amazon 上卖不错的话，如果你在 eBay 上面卖的话，可以增加销售量。依照我过去的经验告诉你，有些产品留在 eBay 上面可以大卖，而在 Amazon 上却无法大卖。你应该把 Amazon 看作你其中之一的销售平台，而不是唯一的销售平台。你应该做的是把你的产品放在众多不一样的商城，大量增加你的产品跟品牌的曝光几率。而且既然都已经在网络上卖了，为什么不国际化呢？曾经有问我，为什么国外人要花这么贵的运费来买我们的东西呢？我很难解释为什么，但是我想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本国所卖的产品非常贵。我拿出我公司所卖的一个产品好了，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在 Amazon 日本卖，售价为610日元，大概是6块美金，运费为2000日元，大概是20美金。因为这款产品没有使用 FBA， 是直接从美国仓库进去的，但是呢，这款产品却卖得很好，我却也很难解释为什么。但是我知道，如果你不去试试看这么做的话，你永远不会知道它就是大卖。在这边，我跟大家说一下几个地区，然后看每个有好卖的商城。第一个为北美，它有 Amazon、eBay 跟 Walmart， 然后南美的话是 Mercado Libre。欧洲的话有 Amazon 跟 eBay， 中东的话有 Stock， 这个也是 Amazon 下面一个公司平台。中国的话有淘宝、天猫，日本的话是 Amazon， 台湾的话有虾皮、雅虎，
东南亚的话为 Lazada 跟 Shopee， 澳洲的话为 eBay、Amazon。更棒的是 ，Amazon 有一项服务叫做 Amazon FBA Fulfillment by Amazon， 这个意思就是 Amazon 帮你送货。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的网络卖家可以连仓库都不用租，员工都不用请，就可以在 Amazon 上面卖产品的方式。第一步，把产品送进 Amazon 仓库；第二步 ，Amazon 仓库帮你做库存；第三步，客人呢从 Amazon 这个发放上面购买你的产品；第四步 ，Amazon 在他们的仓库里面挑出你的产品；第五步 ，Amazon 帮你把产品寄到客人的手上。简单来说，就是你把货放在你的厉害的朋友那边寄卖，那你的朋友呢就叫做 Amazon， 然后你货卖掉后，你这位 Amazon 的朋友会给你钱。更好的是，因为呢 Amazon 是全球的，在美国、欧洲、日本、巴西、澳洲、印度、中国都有，所以如果你想要卖到别的国家的话，你只要把货运到那个国家的 Amazon 仓库，这就是为什么做电商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赚更多钱的方式，因为你做的是全世界的生意。只要有网络的地方，你的产品就可以被那个国家的人看到购买。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说，就是你的这位亚马逊朋友在全球都有表哥、表弟、表弟、表妹，他说你的产品都可以放在他们那边寄卖。你打开啊！你现在可能会有疑问，要放在这么多商城，不是你花时间吗？答案是不会，因为网络上有很多所谓叫做 multi-channel listing software， 你可以一次把产品一次所有放到这个软体中，然后呢，这个软体会帮你把产品资料一次性的帮你把上架到所有不同的商城，还有加上你的官网，非常方便的。这边呢有一些常用的软体，美国有 Channel Advisor、Scribana， 东南亚的话有 Site Giant。还有些人会问 ，Amazon 是不是越来越难上架？是的，但是这是个优点，因为它把这些很多的竞争对手给避免。但是呢，我有发现一个上架的秘密，这个不是太多人知道，所以呢，这个东西阻挡了很多竞争对手。但是如果你加入课程的话，我可以教你这个上架的秘诀。再加上最近 Amazon 在不断的封杀很多不实的这个亚马逊卖家，像是中国常使用所谓的叫刷单啊、买评论啊，就是中国卖家慢慢的都被亚马逊给封杀了，所以竞争对手也变少了很多。只要你一步一脚印的好好做，不要刷单买评论。你的商店就可以屹立不摇。Hello， 大家好，我叫 Richard， 我想和大家分享 Alan Kerr 的《没人教人沟通 Formula》的课程。我在去年六月的时候上了 Alan 的课，从去年七月十号开始卖东西。那虽然说我起步操作的市场并不是在亚马逊，是在台湾的三十亚亚布这些市场。但是我也在 Alan 的辅导下，还有自己的努力下，我现在已经达到一个月是200万的营收，所以我非常的感谢 Alan， 他带我进这个电商的领域，那他是我的启蒙老师，也是我的好教练，他更是我的好伙伴，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Richard 原本是战斗机飞行员，毫无商业经验，退伍之后一直想从事电商的工作。所以跟我学习，学习途中，银行来高薪邀请他去当机长，他犹豫了一阵子，最后还是放弃了银行机长的工作机会。我问他为什么，因为他说当机长可以大概知道以后的薪水是多少，是可以看得到底的。但是如果他继续努力从事电商，这个行业可以带给他的收入是看不到底的。也就是因为他这个选择，他2019年营业额为6000万台币，也就是200万美金。Promotion 促销也就是怎么卖，你可以利用你的官网收集买家的 email， 然后定期寄出电子报，告诉客人们你最近在促销哪些产品。因为电子报是一个方式，可以效率比较高的一次跟你直接跟你所有的粉丝沟通，让你的客人重复购买。有些人可能会说，电子报还有效率吗？我会肯定的跟你说，电子报即使过了这么多年，它目前还是蛮有效果的。我们利用这个方式，在11年内免费的收集到上万个客人的 email， 而客人的回头率为 25%， 就是四个客人内会有一个客人成为我们的忠实粉丝。在这边呢，介绍几个比较常用的电子报系统给大家。如果是用英文系统的话 ，MailChimp 跟 ActiveCampaign 都不错用。
繁体中文系统的话，电子报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系统。很有意思，他这边取了一个谐音。你现在可能会有疑问，那有官网就好了，还要其他的这个商城做什么呢？千万别认为只要有官网就好了。曾经听过有一个朋友的生意，这个公司是他这样做生意，结果半年之后就倒了。为什么呢？我不记得他们是卖什么的，但是他们就是只有在经营官网，然后每个月花5000块钱买 Google 的关键字广告，很单纯的认为只要有广告就一定会有利润。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曾经也是这样想过的？老实说呢，我曾经有这样想过，但是事实证明这是不正确的。你还是要把产品放上那些 marketplace， 也就是 Amazon、eBay、Shopping 那些的，因为自己要把网站的流量做起来，需要花比较长时间，也需要比较多钱投资才会有流量。那你的官网也只是你的收入平台之一。还有呢，接下来你要定期在你所有的社交平台上发文，不管是 Instagram 也好 ，Facebook 也好，然后或者是 YouTube 也好。那我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个手机上的 App， 叫做 Buffer。那这个免费的 App 呢，可以帮你把同一个发文一次发到所有的社交平台上。你还可以先写好，然后设定发文时间，很方便吧？这样解释都了解吗？了解的话，请在聊天室打入 Yes。有关呢，在社交平台上面的产品促销文，假设说你是每礼拜更新一篇文，千万不要每一篇都是产品促销文，久了呢会让人家反感。你必须要先提供资讯，给你免费的东西，免费的相关尝试，让观众群对你的品牌逐渐产生兴趣。所以呢，假设你是一礼拜发一次文好了，只是打个比方而已。你在想要促销产品之前，前面呢必须要至少提供3次免费的讯息或是有趣的文章。这个目的呢是让观众逐渐对你的品牌产生好感。这边呢，这个产品促销文你可以搭配之前讲的每个月一次促销。假设呢下个月是父亲节。所以在前3次内容，我就会先 po 一些产品的资讯文，比方说你是卖脚踏车的，我就会 po 像一些就是一些像这个常见的问题，比方说脚踏车需不需要保养，如果需要保养的话，自己该如何保养。而这个影片其实最有用的 po 文是影片，所以如果你可以拍影片，影片里面有自己的产品会更好，因为呢这样大家就会你对你的品牌更深的印象。接下来我可能还会 po 说周末几个骑脚踏车的好去处，或者是每个国家对脚踏车有什么不一样的规定，像这样子有趣文章。接下来你就可以做产品促销文了。你可以说还在想父亲节要送什么吗？我们现在有父亲节特价的脚踏车，然后你就可以拿几款适合父亲的脚踏车来做促销。接下来你就可以再次发资讯文或者是有趣的文章即可。因为 Facebook 加 Instagram 的广告是目前最有效的广告，是比 Google 关键字还有效的广告方式。在 Facebook 平台打广告的话，也可以顺便在 Instagram 上面打广告。所以我在这边教两个行销的小技巧。第一个管用的为 Facebook 的动态广告 Dynamic Ad， 那就像幻灯片上面这样的广告，你可以在一个广告里面同时有很多产品在上面。那如果是在 Instagram 上面的话，就只会选择一个商品而已。那另外一个广用的广告为在行销 retargeting， 就是呢你在你的网站里面安装 Facebook 像素，这样一来去过你的网站就会一直在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上面看到你的广告，看久了之后他们就会跟你觉得熟悉而进行购买。已经有在用 Facebook 广告的网友可能会说，除了 Facebook Instagram 广告外还有什么好用的广告方式？答案是 YouTube 的影片广告，而且 YouTube 的广告目前来说是比 Facebook 跟 Instagram 的广告便宜的。而你今天会在这个研讨会里面也是因为你看到了我的 YouTube 广告，对吧？还有呢，最新的 TikTok 短视频广告，也就是抖音，这个呢也是我今年新开始研究的。如果呢你留在我的电子报上面的话，我会再告诉你我研究的结果会如何。Hi, I'm Elvin from Singapore. I'm 23, doing e-commerce for a while right now, but mostly dropshipping, where the margins are low, you don't really get much control of the products, your customers. Yeah, and that was the main reason on why I changed from dropshipping to building my own brand. Started this brand about 6 months ago. Yeah, and I think last month we did about 15,000 or so, 15,000 to 20,000, I think. There's not a lot of blog, straight to the point.
Yeah, I would highly recommend Alan. 来自新加坡才23岁的 Alvin 原本是在英国念大学，念到一半觉得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他就退学回新加坡。当然，他父母肯定是很生气的，所以他想要证明他是可以靠自己在新加坡生存的。他知道电商绝对是支付的方式，所以拼命的在研究电商。他在认识我之前呢，是用另外一种电商经营方式，但是利润太少，没有办法让他在新加坡生存。后来呢，我们在立陶宛认识了，他使用我所教他的方法，打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品牌，在六个月内就达到一个月销售16000美金。他姐姐呢，看到他的成功，也就辞职，然后跟 Alvin 一起经营电商。这位 Mia 小姐加入课程后5个月，从来没做过电商，一个月光在，对不起，不是一个月，是一个礼拜，因为这边写 last 7 day。一个礼拜呢，在 Amazon 上面的收入为4601美金，等于是一个月美金18400。而且他提供给我截图时候，他还没有把他所有的产品都上架哦。讲到这边，想问一下，大家有觉得学到很多知识吗？有没有觉得时间花得很值得的？如果有的话，请在聊天室打入数字让我知道哦，谢谢。在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拜读了许多从古至今的成功学家的书籍，我发现其实他们都有共同处，就是呢，你首先要找到一个你想强烈达到的目标，加上正确心态，带领你找到使用策略，并且付诸行动。但是呢，绝大部分的人没有一个强烈想要达到目标，觉得人生就是既来之则安之，随波逐流。这个目标呢，是要花时间去寻找。当你找到以后，就要把那个目标所有的细节的画面烙印在脑海，每天提醒自己。而且这个目标呢，要设得非常高。为什么呢？因为假设你设一个目标，你说你一个月要赚10000块，那未来的你一个月就只会赚10000块，或是更少。假设你设一个月赚100万，未来的你就会赚100万，或是更少。所以为什么人家常常说 dream big 就是这个意思？你可能会跟我说，我设了这么高的目标，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如果你在一开始觉得办不到，你就不会去做什么改变，你就达不到。如果你觉得你必须办到的话，你就会花时间去研究钻研如何达到的方式，不断的改变自己。如果目标太大，你就不需要去改变自己，不会需要走出你的舒适圈，那这个就不是你想要强烈达到的目标。现在的你，如果你脑中已经有一个强烈想达到的目标的话，也就是跟你家人，请在聊天室打入你的联系。创业的最基本就是 mindset 心态，也就是心法。即使你知道该怎么做，没有对的心态，你的生意无法长久。也许很多人会说这只是心灵鸡汤罢了，可是我非常认真的跟你说，这些心灵鸡汤是成功的最根本。你的心态一旦走歪了，你就会放弃，你就会怪天怪地怪别人，就是不怪自己。这样的话，你就会离成功越来越远。无论你想做什么事情，请记得都要保持一个正面心态。这也就是为什么外面的书籍大部分都是有关心态，有了正确的心态，加上你想要改变的渴望，再加上去实行它，这是成功千古不变的道理。创业心态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我今天说不完，所以我就讲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是我们之前加州州长阿诺施瓦辛格所讲的，我相信有很多其他创业家应该都有说过，就是在你还没有成功之前呢，必定会有很多人在你后面扯你后腿。你的朋友就会跟你说，他姑姑的儿子朋友的姐夫试过了，但失败了，所以他就会跟你说，不要浪费时间跟精神，因为你一定会失败。而你如果想要成功的话，就是不要听信其他人所说的否定的话。我打个简单的比方好了，假设你想学开车好了，你会听信一个已经有车子的人给你的建议，还是你会听信一个不会开车的人跟你说，不要学开车，太难太危险，会撞到路上的人跟车？这边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我在准备做电商之前呢，这个是2010年，我去参加了一个展览，在那边呢，我认识了一个在这个行业做很久的一个前辈，他是我朋友的哥哥，是做传统生意的。我跟他说我做电商的想法，他跟我说，不要浪费时间了，做不起来。我那时候听了其实还蛮沮丧的，但是呢，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还是做了。之后呢，过了这么多年，这个前辈后来开始
也用我的方法开始做电商，变成了我的竞争对手。真的呢，还好当初没有听他的。自己所相信的事情，真的不要随便听信别人对你的否定，因为真的没有人会鼓励你，只有你自己做了才会知道。现在呢，我们来讲到成功法则中的使用策略。这个阶段呢，是花最多时间的，因为你必须要不断尝试新的方法，找到可以赚钱的模式。千万不要吝啬投资自己，因为你想想，如果你投资自己1000块钱，可以让你赚到10000块，你会不会这样做呢？这些使用策略，你可以透过书本，啊，透过像是座谈会，或是透过网络课程，或者是直接聘用一个已经达到你理想目标的导师。而最快的方法是直接聘请一位导师。在这边我可以跟你说，如果我没有聘请导师的话，你今天应该听不到这场研讨会，因为我可能还在花时间研究我要怎样用最快的时间让大家知道我。但是就是因为我有聘请导师，所以我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就把自己在网络上的知名度给打造起来。而我每年呢都会聘请新的导师或是购买新的网络课程，因为我知道这是唯一的捷径。成功捷径就是一个全球顶尖的创业家都在使用的捷径方式，即使他们大家的学习方式学习时间有限。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人很忙的？我相信应该每个人都是。所以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方法，如果是你有要认真成功的人，我可以告诉你的快速捷径。有谁想要知道这个秘密的，可以在聊天室打入数字3让我知道。前面有说到，导师们都有导师，这世界上有名的成功者，每一个人都有导师。Facebook 的 Mark Zuckerberg， 他们现在改名叫做 Meta。Mark Zuckerberg 的导师为苹果的 Steve Jobs， 微软的 Bill Gates 的导师为股神巴菲尔 ，Virgin Airlines 的维珍航空的创办人 Richard Branson 的导师为 Freddie Laker， 他是另外一家的航空创办人。启发马云的人生导师是 Ken Morley。其实呢，这个原理很简单。假设你想要有更好的身材的话，你会去找健身教练教你，而不是自己漫无目的的在健身房里摸索。或者是如果你想要学西班牙文，你会去找一个西班牙文老师教你，而不是自己看书看影片慢慢学，还不确定自己到底有没有发音正确。只要有一个对人带你，你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目标。Richard Branson 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如果能有人帮你真的很棒，如果没有我的导师 Lakers， 我根本不可能成功的在航空业立足。许多人会成功是因为有其他人会认为他会成功，一定要找一个导师。我对这句话呢非常感同身受，因为一路走来我聘请过相当多的导师，在每一个人身上我都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所以呢，这就是成功的捷径。全球顶尖的创业家或是任何想要成功的人，只要方向对，有一个导师或是导师们，就可以缩短学习的时间，快速达到成功。因为如果自己慢慢摸索的话，你可能要花上好几倍的时间。有人会问我说，我个人在导师们身上都花了多少钱？大概总共花了有超过可能有86500块美金以上，而且继续增加中。划得来吗？绝对划得来，因为我已经赚回来好多倍，有一些甚至是我第二个月就马上赚回来我在他们身上所投资的价格。从来没有在网络上面买过任何网络课程，可能会用于诈骗。但是呢，我买过了这么多课程，目前还没有遇到，而且课程购买都是刷卡的，是保护买家的，所以即使是诈骗，你只要联络这个小公司就可以把钱拿回来。基本上我认为网络课程如果只要是刷卡的都是无风险的。讲到这边呢，顺便想要纪念一下我过世的导师 Kevin， 他在2021年的8月份 COVID 确诊2周后过世。他当我的导师有2年，其实我一直以为呢他会是我一辈子的导师，但是疫情真的已经夺去了许多我在身边人的生命，所以在这边呼吁大家还是要注意健康。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的家人，我所做的所有一切不只是为了我，也是为了我的家人。我非常爱我的家人，还有3只领养来的流浪猫，每个人都对我非常的重要。我希望可以给他们每一个人，让他们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我希望可以给他们最好的，不需要担心钱的问题。因为我深深的相信着，如果你想要帮助跟保护你最爱的家人的话，你要先帮助你自己。
让自己变得强大，避免自己如果有一天被裁员有准备，你才能够保护你家人。而我因为做电商，我的人生有非常大的改变，不管是物质上的、心灵上的、健康上的，我拥有比以前更多的物质，钱从来不是问题。我拥有更丰富的心灵，更满足，更多自信，我比以前更健康，我更多时间可以锻炼身体，更爱自己，更爱我的人生以及我周围所有的一切。更重要的是，我每天都很开心，一切我所想要的都可以按照我想象中的情形。而我，你把这个能力复制到了我许多学员身上，想象下，如果你也可以有一天拥有一切你所想要的物质，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间，每天早上醒来充满了憧憬跟能量，拥有丰富的内心，身材好到你想照镜子，身边充满了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而且你有很多时间可以陪伴他们，你有能力可以保护自己，保护他们，拥有一个你自己所设计的你的完美人生。你觉得这个生活，这样的生活怎么样呢？现在你想不想知道我是如何指导我的学员做到这些的？如果你想知道的话，请在聊天室打入 yes。 是这样子的，我有一套系统，这套系统改变了我的人生，也改变了我很多来自世界各地学员的人生。我到今天呢，还是用相同的方式在扩大我的电商公司，而且我刚刚有秀给你看，我的公司呢是每一年都在成长。我把这套系统用我11年的电商心血做出来，全部放到一个课程，叫做 Million Dollar Golden Formula， 翻成中文呢叫做百万黄金公式。我先来分享一下这个 Million Dollar Golden Formula 课程的结构，还有为什么这个系统呢它这么的强大。因为呢这个课程呢在全世界它都是管用的。这边这个地图是我实际学生们所在的国家位置。你可以看到它横跨了美洲、亚洲、欧洲、澳洲，甚至非洲都有学生，而其中最多的学生来自美国、台湾、马来西亚跟澳洲、香港。所以不管无论你在哪个国家平台销售，业绩产品的道理都是相通的。现在我可不可以跟你分享一下这个系统的细节呢？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下，究竟这个东西适不适合你，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麻烦你在聊天室打入可以两个字，让我知道你迫不及待的想要了解这个系统的细节，好吗？我们现在讲一下这个 Million Dollar Golden Formula 课程究竟包含什么。第一，你会得到一个全网路的影片课程，在这里面我会逐步拉着你的从早期的租赁机商品，然后上架商城，像是 eBay、Amazon、Lazada 这些的，还有就是照相啊，设定价钱啊，如何写产品叙述啊，如何打造自己的品牌，然后打败你的竞争对手，称霸网络世界，基本上就是我从零到现在百万商店的一个完整的蓝图。当你注册之后，你就会看到我已经录制好的课程，马上开始学会在网络赚钱。那虽然说我的影片是用英文讲解，但是绝大部分影片里面中文字幕，课程里面的这些中文字幕呢，随时中英切换，是智慧手机或是平板上面可以上课，所以呢，你可以轻轻松松随时随地的上课。而且呢，课程会一直在网络上面，所以如果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看完课程影片也没有问题，只要我的培训公司还在，你可以随时来看这些课程。那现在目前呢，我新的所上传的更新影片的话，也只会是中文发音跟中文字幕，因为我现在已经没有在做English speaker 的市场，所以呢，更新的话都会是英文发音这样子。OK，anyways， 所以呢。我刚刚说到，如果你需要花更多时间看完课程影片也没有关系，只要我的培训公司还在，你可以随时来看这些课程。那我的培训公司呢？